给你看，鹿皮足贵的，来两个咩？来300块嘞，无得哦你，来这啊，屌死你！鹿皮，来300块嘞，没有了，两个客人而已。好，来，阿妹吃鱼能来。我靠，你怎么？哦，盛明哥，今天来哦！你今麦要客的？今你今仔无闲，明仔载我搁有鱼卵的来。讲真嘞，今麦鱼卵袂使客出来花啦，现在鱼卵小贵的呢。贵你请的，哇，鲈鱼没有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，两个鲈鱼片没有了，1000块完了。我看到你的讯息的时候已经卖掉了。因为价钱的，我说叫你赶快来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要叫你赶快来，就是这样子。来啦，唔免一千。今天的东西没有很多哦。我先卖三个人，我赶快来。卖花一千，卖花800，来500块外顿。啥物吃鱼两个？先招三个人去买福气鱼卵，这真正好吃啊！500块无半人买啊！卖鱼卵三条，刚刚是不是买一份鱼卵半没拿走？我不知道。鱼卵三个买。无啊，我就收开啊！这鱼卵无可能安尼花哦，你来三个客人吃，来500块来，来三个人去买鱼卵500咯。讲话哦，我收来啊，生命哥进来哦，我就无啊。500块最后两个人客气了，讲错咩了哦？外行外路，我带较内行，真正。好，小凯头，好来，阿哥要吃哪位来去？蛤蟆哟，蛤蟆买100块多，我讲其他唔免买到100，我恁大家买，只要恁阿小宝搞，你买两份不要紧，你蛤蟆出水哦，拢我的哦，卖开200，卖开100，到十八十，来50块多，50块来，一人一份啦，蛤蟆买50多，蛤蟆买50多，来50块，有人要做蛤蟆无去呢？梁恩，我现在只有把你留到那个私募度哦。阿妈，我下来哦。你赶快来，请那里赶快来。阿妈，贵也无买着，紧嘞。阿妈，50块，贵也买着。老板，拢有啊哦，来。阿妈，那个鲈鱼片没办法，那个我看到讯息的时候已经卖完了。龟头没有了，就剩下这一箱，最后一箱了。要吃开500，变了，来300块啊！鱼头要吃较紧的啊，来300块，这龟头很漂亮哦，今天鱼头很大颗哦，不是500，不是400，来300块，300块来龟头，哇，超漂亮的鱼头，哎呀，拢无人要吃鱼头，拄只买鱼头，搁有招啊，来走啊，500买无这三瓶啊，这两三四个人去，来喜欢吃鱼头的。等于你卖多啊！你这边菜都要切来了，不用做了。来，这两粒四片卖500，卖400，都唔卖，来300块来，归同300块就好了。卖你一粒的钱，来300块来，最后剩3个人给鱼头，来300都卖完就无啊鱼头，300块都卖了吼。感谢来，大哥你还有份吗？哇，真正都当的要死。来3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鱼头，这边都无人要吃鱼头啊。来，你若想要吃三块，我讲，我来。干杯是无？好来干杯啊！我哎，恁到底有介啥？恁搞套丢，套丢，套丢是无？我听下套丢就是啦哈！来，你食干杯。